有请主持人找串。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了解一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认识一下这位吧，各位请看。他总爱管着我，还那么小心眼儿。我们在一起是为了舒服，而不是天天吵架。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我又不会害他，可他天天只会由着性子胡来。我就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可他总按他的想法来要求我。我希望有什么话他能正面和我讲，而不是钻牛角尖，这样也许我会更自在一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可他就一直没放在心上。跟他在一起，我心里总悬着一个石头，我也很难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陈，24岁，来自辽宁物流，有请小陈，有请。小云，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小云，有请。欢迎两位啊，跟他谈恋爱心里不踏实。对，跟他谈恋爱心里太不踏实了。谈恋爱是为了快乐的。对。现在不快乐了。嗯。说交往了一年多了是吧？认识是在顺风车上认识的，是吗？对。能讲讲经过吗？就是有一次我坐顺风车嘛，然后我俩就碰到了，可能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太漂亮了，一定要要她的联系方式，然后就要了联系方式，然后后来一直在网上追求我，结果我觉得她挺真诚的大男孩，然后个子挺高，还能保护我，我就同意跟她在一起了。她是开顺风车的人？不是不是，是我们两个都坐顺风车。都坐顺风车。对。是这样哈。嗯，对，就觉得这女孩太好看了，是吧？是呢。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她是我想要的那一款女孩，就符合择偶标准了。处对象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嘛。哦，是这样的哈。怎么了？你们俩之间不是都挺好的吗？又是你那一款女孩，对吧？又能给你安全感，又能保护你，怎么处了一年多就处不下去了呢？这么长时间以来相处下来，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她。啊，咋了嘛？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啊，然后呢还贼小心眼儿，然后事儿特别多，话特别多，很烦人。举点例子行吗？就是说我这个人嘛，就是爱自由，性格就是身边一大堆朋友，然后我也特别愿意跟我那些朋友出去玩，再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啊。但是呢，他就不愿意让我出去玩。哎，主持人，你不知道他那些朋友，他经常爱去夜店，他跟他们去夜店，每次喝的烂醉，都是我开车给他接回来。你说她一个女孩这么大，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吗？我替她操多大心呢？可是我之前在夜店是工作呀，我在那儿兼职，然后她后来死活不让我去。你都没有想到，一个大男人这么高，1米9的大个儿，哭着喊着求我说：“你能不能别去了？”那你说我一心软，就没去了。不是挺好的吗？对你多好啊，一点不大男子主义啊。可是他把我是工作泡汤了呀，搅黄了呀。没有，就是他之前非得去那儿做兼职啊。我身为你男朋友，我能接受得了吗？再一个，他在那个夜店那帮朋友就是要加玩，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做这些不也为了你好吗？你看他是我朋友，你都不知道最后在背后捣什么鬼啊！就是他偷偷看我手机，存了几个我朋友的电话，然后私底下给人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出去不要叫我女朋友了？跟你在一起都学坏了啊！你们这些女孩不是什么好女孩。”哎，我可没有那么说，主持人。就是他之前，他总跟他女朋友去夜店。哎，你说你闺蜜带你学点好不行吗？就你是有男朋友的人。可是他也不能这么说我朋友呀。我们以后怎么相处，怎么交往？我没有说你朋友，主要是你一跟他去夜店玩，我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他，你知道吗？然后我只能给他闺蜜打电话联系他闺蜜，然后就我平时啊，我跟他说什么话，他脾气也比较急，跟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然后只能叫他闺蜜跟他说，他能接受那么一点儿。啊，这听明白了。男生不太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去夜店。对呀，成天去成天去，连陪我的时间都没有了。啊，那就不对了啊。那后来不是不在那儿工作了吗？啊，那就行了嘛，不工作就好了嘛，这事儿不就过了吗？
不是啊，但是你知道，他不仅跟我女闺蜜搞这一出，然后他还私底下跟我男闺蜜串通。我男闺蜜铁哥们啊，关系那么好，他私底下跟人联系，想要理解我俩的关系，给人家送了一双球鞋。你知道跟人家说啥吧？让人家跟我表白。你说他这啥意思啊？有什么企图啊？哎，主持人，你知道吗？我真都是搞不懂他，他还好意思在台上说这种话。你知道，就是他陪他男闺蜜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都要长。你知道我有些时候，我甚至都搞不明白，到底我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男闺蜜是你男朋友？你有时间多陪陪我不好吗？怎么都这样了，那还给人送一鞋？没有，我主要就是想让男闺蜜测测他。再一个，我就觉得他们俩关系都好成那样，你让他去测他，你多傻呀！其实我在这方面还挺信任我女朋友，就是她一直以为她跟她男闺蜜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但是身为一个男人，都知道她男闺蜜那点小伎俩，我觉得成年男女之间就没有那种纯洁的友情。但是她当局者迷啊，我必须得叫她知道她男闺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能不能看破你男闺蜜啊？不是你送了鞋是吧？然后怎么跟她说的呢？说哥们儿送你双鞋。我女朋友我不要了，你跟她表白吧。我当然不能这么说了。我就说你怎么说的？我就说那个兄弟，麻烦你个事儿，就是我想那个测测我女朋友，你帮我演一出戏。然后没成想，这个兄弟太不靠谱了，这戏还叫他给演砸了，你知道吗？他背叛我了，我这个钱也白花了。啊，他怎么演的？他到我女朋友那，他就把这个事儿都和盘突出了。那当然了，人家俩好啊，人家是闺蜜啊。但是他当时他都答应我了，说那个。配合我演这么一出戏啊！行，这是他干的。对呀、啊，后来我就生气啊，我就跟我男闺蜜说：“那你就跟他说我同意了。”然后结果人家跟人家哭着又求人家去了，又送了一双球鞋，说：“你不要跟我女朋友好。”你说到头来他成冤大头了，那我这出戏是为了啥呢？又送礼了，这不送也不行了。这第一件都送了，但是这个事儿得办完吧？不是你傻呀？没有，我那个情商好像是有点低。不是，人家都把女朋友呛了，你不跟人战斗，你还送礼？他干的哈？对呀，挺可爱的，很单纯。那可是他把我跟我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搞黄了，我女闺蜜、男闺蜜，我们以后相处多尴尬呀！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好朋友也就对你敬而远之了，对吧？对呗。因为他们也不忍心欺负这么老实的一个孩子，是吧？不是，被他也赶跑了，就觉得我男朋友就是。这礼送的值，看来哈，男闺蜜也疏远了是吧？女闺蜜也高，所以你现在是孤家寡人了是吧？对呀，可是我这个人就希望有一堆朋友啊，喜欢认识各种朋友，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爱吃点什么羊下水、羊腰子，我就好这口，但是他不让我吃，为啥？他说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然后说引起胃癌。哎，主持人，你知道他就喜欢吃那些。乱码七糟的东西，说他吃那些东西既不卫生又不健康，那对他身体能好吗？再一个，哎呀，真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个女孩喜欢吃那种东西。你吃了之后，你生病不还得我自己来照顾你吗？再一个，你吃完那个东西之后，有怪味儿，我闻到恶心，精神上物质上全都臭。行，我听明白了，就是听到这儿，就是男生对你管束的很多嘛。对呀，听懂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前一阵驾驶本下来了，我想开车了，借了一个我朋友的车，我就要去开车，结果他非得不让我开。为啥？那我不让开不也是为他好？你说他一个新手，他刚拿驾驶本，他在驾校开车跟他真正上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他非得开车。不是就得上路练啊？是吧？是我没有不让他上路，就是善意的提醒他一下，叫他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啊。你咋说的？然后他就听不进去，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啊。结果后来我不搭他，我要上车开车，他悠悠的来一句：“你现在要开车，一会儿肯定出事儿。”你说这是一个男朋友应该对上路开车女朋友说的话吗？嗯，这就是诅咒嘛。嗯，对。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他就这么提醒他一下，就他不会变通一点不就完了吗？我跟他是我之前提醒过他，可是就是他听不进去，所以说只能用这种方式强调记住。可是他不理解我，你知道吗？我做这一切其实全都是为了他好啊。结果我自己上车不挡他了，他屁颠屁颠上来了。把那安全带系得紧紧的扣呢，手扶着那个手握，好像要验证他上一句说的话慷慨赴死去了啊。然后呢，一路上喋喋不休，我这个水平其实我正常驾驶没啥问题，对吧？结果他在那儿吵得我心烦意乱的，我就生气了，我就吼了他一句，我说能不能别说了。那结果呢，不跟我作对了，然后看着一个车从我旁边要超车，本来离我挺远的，没怎么地的，摇下车窗跟人家司机师傅大喊：“你会不会开车呀？”
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那你再想想，这句话是对我说呢，还是对那个司机说呢？啊，这不重要，你开好你的车就行了，姑娘。不行，他在那儿吵得我心烦意乱的，我就一拐弯就不小心碰到旁边停了一辆车上了。啊，当时他皮糙肉厚的，给自己保护的好好的，一点事儿没有。我这人细皮嫩肉的，头上就划了一个特别明显的那个一道痕，然后都肿起来。挺疼的，然后下车之后我就解决这个事情呀，结果他非但没说赶紧送我去医院，也没把这件事揽到他身上，而且还来了一句这回出事了吧。哎，主持人你知道吗，其实我早就提醒过他，你新手上路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可是你听我的吗？而且你知道就是处理事故的时候，他是朝他朋友借的车，但是他所有朋友联系方式设好几道密码在他手机里，我根本都查不到，你知道吗？然后他还怨我为什么我不处理这个事故？可是我能联系到你朋友吗？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故啊？你说当时他给我闺蜜都打了电话了，都能联系着，这回出正事了，人家联系不着我朋友了。那不就是那件事之后你老防着我吗？你所有朋友联系方式你一点你都不让我知道。因为啥防着你还不知道啊？你为啥防着呀？就是他总从手机偷偷拿我闺蜜号码、啊、给人打电话、啊、那谁受得了呀？行，了解了，还有啥呀姑娘？这件事之后吧，我挺生气，挺失望。我觉得我要着男朋友有啥用啊？也不知道帮我解决事情，然后开车之前诅咒我，开车之后又来啊，出事了吧？我其实真的说实话，心里真挺失望的，我就不想搭理他。嗯。然后结果呢？过了两天他跟我来句啥呀？我父母来了，想要见你。你说他父母是主动要求来的呢，还是他给搬过来当救兵的呢？要哄我呀？但是我不想去呀。那我父母来不是因为我在乎你吗？你说我一心一意全都是为了你。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总是忽略我的存在。啊，父母来了怎么了？啊，然后他就非得让我见他父母，但是我觉得我俩正吵架呢，我俩的事情不至于上升到父母那儿，就我俩解决呗。而且我俩当时恋爱关系也不至于谈婚论嫁吧，不想见他父母，啊，非得让我去，叫我好几次我都没去。然后结果呢，最后一次他父母要走了，前一天来找我了，说他父母要走了，要见我一面。我不去啊，我跟他解释半天了，他就不听我的，我就不想跟他说话，我就走了。啊，结果他就拽着我，给我抻回来了，就拉着我的衣服，一下我就生气。他从来都没碰过我，谈恋爱到现在，我就把他挣脱开了。然后结果他就把我又扭过来，就给了我一下，我都没想到我男朋友是这样的人，动粗了。每个人都有原则跟底线嘛，我这个人的原则底线就是男人不能打女人。啊，这件事之后，我想跟他分开。然后他求我来，哦，等于今天来之前是处在一个要分手的状态，是这意思吧？对，其实就是扒拉他一下，他就认为我打他了，但是吧，确实是我冲动，我这个不也跟你道过歉了吗？怎么总是还是纠结这个问题呢？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就是前一段时间。后来他做过什么努力性的挽回吗？还是什么？就和之前每次吵架一样，说那一套话，说第一次谈恋爱我没有经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哦！结果呢，我发现他原来谈过恋爱，他骗了我。不是，主持人，你知道这完全是个误会。他在我手机里看我之前跟我那个网友聊天记录，他就认为我跟他处过对象。其实之前那些都是闹着玩，瞎闹，没有一个认真。其实他是我第一个，就是最认真处的女朋友。哦，瞎闹过几个呀？其实就是在网上瞎聊嘛，其实不算是。校园里还有一个呢。校园里那不算嘛，就是红颜知己嘛。啊，那你熊你有男闺蜜，不熊我有红颜呢。你看他可能跟那些女的说的就这些话啊，所以生活就是这样吧哈，你有男闺蜜我就得有红颜知己，对吧？但是他骗了我呀，他说他之前没谈过恋爱，然后每次吵架都以这个借口。他刚才说了，他说他之前没正经谈过恋爱，是吧？对。但是我都查到确确实实证据了，从他手机里。他的意思就是只跟你正经谈，跟那些人都不正经，是这意思吧？也不是不正经，就那些人根本就是，就不算是谈恋爱，就是普通朋友吧。听明白。算是比较好的朋友。女生今天是真想来分手吗？对。但是我看你讲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你都特别的兴奋和开心啊。因为我俩其实也好长时间没有怎么在一起联系了，嗯，就那件感情已经慢慢淡忘了，哦，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看他其实也没什么感觉了哈，反正就是一个曾经的男友，说说就当笑话了。对，而且我觉得我俩分开的时间，我过得比我俩在一起开心多了。哦，自由了哈。嗯，你呢？其实吧，我还是挺舍不得他，但是他有些时候，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不爱我，你知道吗？哦，但是你又爱他，是这意思吗？我就觉得她是我第一个就是最认真处的女朋友，你知道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啊，就是我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她总是以为就我对她的关怀就变成她一种负累，我搞不懂她这人是怎么想的。其实老师你看
他说那些话好像句句都是在说他改变我、啊、把这个女朋友改变成一个他心目中的女朋友，而不是说慢慢接纳我、啊、是吧？我已经跟不上你们的节奏了，跳得太快了，下面四位老师跟得上，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不是谈恋爱的模式、哦、对了，这个男生你这个不是谈恋爱的方式和模式，就你们之间那个关系的相处模式啊，是妈和女儿的模式，就是妈和女儿之间的相处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个相爱相杀，就我很爱你但我要老要指责你，第二个就生活方式的碰撞，我又要照顾你我又想改变你，那这是典型的妈和女儿的那个模式，因为妈和女儿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所以生活方式它一定是不同的。然后呢，我又特别心疼你，想要照顾你，但是因为我跟你方式不同嘛，所以我决定要把你拉到我的生活模式里面来。我相信你刚才那句话说这是第一个正经谈恋爱的，我相信，因为你不会，包括你到他身上你也不会，你不会做一个男朋友。你也不知道一段真正的恋爱关系里面一个男生一个男朋友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姑娘，就他不是一个你可以管得住的人，或者说他也不是一个你应该去管的人。如果你爱他的话，他又不想你管的话，你为什么要去管他呢？说白了，说到底，你毕竟不是他妈。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你们这段感情，尤其对姑娘来说，你不是在爱一个人，你是在经历一个人。爱一个人和经历一个人是不同的，你们两个人且把这段感情当成你们人生里面的一段经历，就从此以后你可以跟别人说，我曾经很认真地去对待一个人，有过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我希望以后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人虽然是管你，虽然他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他是真心真意地爱过你的，这件事情是需要感恩的。因为人的在一生里面不一定会遇到几个人会那么真心真意地对自己好，尽心尽力地想要为你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过去的可以让它过去，但是心里面还是感恩吧。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小陈，我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后天你的女朋友的那些细节的事情，你觉得累呢还是快乐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也很累，也很累是吧？对，但是我希望就是她能
变得更好一些吧。嗯，对，你的动机想法，没错的。你觉得这样的话，也是对他的一种付出和保护。我大概推测到，你应该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大男孩小心眼，心比较细。但是啊，如果你过多的去操你女朋友的心，或者操别人的心，甚至干预了女朋友，甚至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这绝不是一个心理成熟和独立人格要做的事情。这个会搞得你的女朋友乃至你女朋友的朋友他们也很累，而你是吃力不讨好。其实很多的婚姻问题、恋爱问题，包括人际关系问题，包括个人在职场成就的问题，都和人的心理成熟度相关。所以一场恋爱也是在照镜子，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谈的恋爱不顺利，所以要反思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当你越操对方的心，你发现越操不完的心，你进去了就回不来。当你真的能够痛下决心，我放下，你发现哎，你轻松了，对方也轻松了。但是不管怎么讲呢，我觉得男方的确爱得多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动手这个事情是在前面所有当中我认为最主要的。请小云要记住这件事情必须要有回应。走在一起的前提，那就是这个错一定建立在被惩罚之后才允许被原谅。就是这件事情不管轻还是重，第一次如果没有处理好，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就会越来越重，会肆无忌惮。那么你们俩协商好，你愿意接受什么惩罚，这样的话你心里面也觉得这坎就过去了，他也受到相应的惩罚了，你们才能继续往下走。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往下走了。这是我给小云的一个忠告。好，谢谢于老师。本来是一件特别认真特别严肃的事情，跟你们聊得非常幽默。
约男闺蜜，从约男闺蜜到管他怎么开车，从管他怎么开车到管他吃什么，从管他吃什么到强迫他去见自己的父母，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来，他哪里是女朋友嘛？那你自己想应该怎么办？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我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特别戳痛我的心，外表特别强势的人其实内心最脆弱，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外表看上去大大咧咧没有脑子，但是其实我一直看在眼里你对我的付出，可是我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自由飞翔的鸟儿，你知道吗？我现在被你折了翅膀关在笼子里，可能你想象不到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是责怪你还是怎么，我真的是自己不自在跟你在一起，你懂吗？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你说你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不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以后老了的话那身体不都造完了吗？可是你还是不明白，我就是一个向往自由无忧无虑的鸟儿啊，然后你还总是要把我召唤回来，还是认识不到你自己的错误。因为我在乎你，因为我在乎你才做这些啊。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所以你说老祖宗的话说得多好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之甚施于人。其实我觉得后半句话说得比前半句话说得更好，我自己喜欢的我给别人的时候我都要谨慎的，而这完全是个开放的态度，我认为你不好你就得改。您是谁呀？别说他是不是鸟儿，我相信即使不是一个鸟儿你应该让他自愿。所以爱的真谛是什么，大家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一对挺给启发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放松一点啊，恋爱是让你向上的，恋爱不是来毁掉你和另外一个人人生的，再爱也没有权利控制和操纵一个人的命运。来看看这一对自己怎么选择，请开门。两人一直都很好，可自从家里出事儿，他就变得不可理喻。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家里情况特殊，应该齐心协力度过困难时期，可他总是只顾自己。他现在什么也不让我做，还总说是为了我好，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搞得现在生活一团糟。我一直在为了这个家考虑，但他却不能体谅我，还埋怨我，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刘先生37岁，来自河北个体，有请刘先生，有请。柴女士39岁，来自河北财务，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有11年了是吧？对，11年了。有娃了是吧？今年孩子7岁了。男孩女孩？男孩。感情怎么样？感情吧，之前一直都挺好的啊，就是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挺闹心的，就是感情出了点问题。说说呗，怎么个闹心啊？就是我最近觉得我跟他的日子就感觉过不下去了，生活过得一团糟。就是2018年冬天的时候，我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了，然后我就把工作辞了，我俩在医院伺候我父亲，然后出院以后我就跟他商量，因为我父亲离不开人，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俩倒班，一对一天的照顾我父亲啊。然后他就以各种的理由借口搪塞我，就是不愿意和我一起照顾我父亲，就说他那个不会照顾人呢，什么那个他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从来也没有照顾过人。然后因为这个我就跟他吵过无数次的架、我就说那谁天生生下来就会照顾人呢，你就是不想和我一起承担呗。不是，是这样的，主持人，之前他父亲住院也挺长的那段时间，作为一个女婿，我觉得我尽到了我的责任，我和他一对一天在医院里基本上就是说没白天没黑的照顾他父亲。他现在还这样不理解，我觉得真是我就无法接受。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那我的父亲不就是你的父亲吗？你不应该照顾他吗？不，等等，到了这个岁数啊，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上有老下有小，咱们碰到这问题要冷静啊。现在等于您辞职了是吧？对，您辞职了，他也不上班，也是一对一天的照顾，那家庭收入怎么办？咱先理性。我是我父亲住院的时候辞职了，然后他回家了以后，我就找了。住了多久啊？住了两个月。住了两个月，是不是在住院期间他给你一人照顾了一天？对，照顾了两个月，对吗？对。现在父亲出院了，你希望继续保持这个模式，是这意思吗？对，因为我父亲离不开人。是这样的，老人现在已经出院了，病情比较稳定，处于一个恢复的阶段。咱们生活还要继续，是不是？咱们想办法就可以了。我不是不照顾老人，咱们想一个比较折中或者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有想吗？有想了，我说咱们找个保姆或者找小时工都可以去照顾他。咱们本身就是说精力有限，咱们照顾的同时，咱要再另外请一个小时工、保姆之类的。这个是个好建议啊。那你说的轻巧，那找保姆不得花钱？那现在我们老人生病以后，经济压力也很大。为了缓解一下家庭的经济压力，我就出去找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就相当于兼职啊。这样我就有时间能照顾我父亲。然后他一说就是找保姆，找保姆那不得花钱，而且保姆哪有儿女照顾的精心呢？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吗？应该还可以，找个保姆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为啥我找保姆？因为我确实没那个精力，是不是？我嘛，现在在做一个公司，规模不大，刚刚开始做时间不长，现在那边需要听明白了很大的精力。等于从岳父生病开始，夫妻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冲突了，是吧？对。啊，我们听懂了，照顾问题是个大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他一说他这个公司我就来气啊。他以前是在国企上班的，是一个小领导啊，然后收入吧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福利待遇也挺好的，然后他就不跟我商量就把他的工作给辞了，然后出去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然后他开这个公司时间不长吧，我父亲就生病了，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因为现在公司也不盈利也不挣钱，我说你就撤出来对给你的朋友，然后就死活他就不同意。不是，他撤出来之后呢？在回原单位上班。不是，他这个单位是他能说回就能回的？不，他是办的停薪留职，他可以回去。能回去吗？回是可以回，就是说他就是不想回了啊，就是我不想回去了、就是、他就是不甘心。但现在他那个公司他也没有收入啊，所以你想着与其没收入不如回来照顾爹，是这意思吧？对，这样的话咱们还有稳定的收入，然后还有精力来照顾我父亲，能帮我分担一下。他就死活不同意，因为这事总跟我生气。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和他商量就办停留职啊？是因为我之前我很多次给他沟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他因为这件事跟我发生很多次不愉快，我跟他商量不通，所以我就快刀斩乱麻，我就先暂停那工作，然后跟朋友合伙，办个公司，就这样的啊。这个压力是挺大的，真是一团乱麻。其实我心里压力挺大，肯定大呀。那现在这公司怎么样？现在公司不挣钱，也没有盈利。是不挣钱，它是稍微有点盈利吧。就是目前的话，我认为做公司的话，不要看那么短见，是不是？但是您在公司里做的开心吗？虽然目前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但是说这我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东西，我就不能再回头了。明白了，半途而废那肯定是不行的。懂了，但是这个夫人就不能接受哈。对呀，你也不能只考虑你自己呀。那咱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没有收入那日子咋过呀？我感觉家里有事儿，他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啊。就因为我这工作性质嘛，月初我肯定要加班，有一天晚上我10点多回家了，就看到家里面，一进门就我就要气疯了，家里面烟雾缭绕的，他跟几个朋友在家里面啊喝着茶水玩着牌，然后孩子衣服都没脱就在床上睡着了。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说咱们家都到啥状况了，然后你还有这个闲心从那玩。
然后他还跟我生气，就说我就是不给他面子，让他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了。他不是一般的不给面子，我感觉我的脸都丢尽了，你知道吗？啊，那天本来他不在家嘛，正好我说那天我跟几个客户还有我们的生意上的伙伴啊，我们在外边吃点饭喝点酒以后啊，我先到家，有时候家里更容易沟通一些东西，你知道吗？更显得人真诚。回家我们就是喝喝茶玩玩牌什么的，也没做什么太过分的事儿。他可好，回家进门以后就给我甩脸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啊，上去之后就把我的牌就推倒了给我。你说我一大男人啥情况了，你还有这个心情呢？你就不应该把你的朋友往家里面带。我只是偶尔带了一次，对不对？再说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是不是？我岳父现在病情比较稳定，就是说他虽然目前不能自理，但是他恢复按医生那个说法应该恢复的应该还不错，不至于你像你想象的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给我这么闹，是不是？行，我们知道了。就是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夫妻之间可能会因为各种小事就争起来打起来，觉得不愉快，是吧？对，经常吵架。还为什么事儿会吵啊？最近就是我觉得他特别不理解我，特别不理解我的苦心啊。然后自从我父亲生病以后吧，我就特别害怕家人在生病啊。然后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就爱抽烟喝酒，但是自从他自己出来干以后，也是家庭有一些变故以后吧，他抽烟喝酒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让他再抽烟喝酒了。一是你不抽烟喝酒对你身体有好处，二是你把抽烟喝酒省下来的钱你可以给父亲买点营养品。然后他就是不听，说我什么限制他的自由了，因为这个也各种跟我吵。我觉得他特别不理解我。说实在的，就是说一个男人抽点烟喝点酒这很正常吗？我也不酗酒，是不是？我也不是每天成盒成盒的抽。你说现在家里这种状况，我感觉身心都会疲惫，公司这边压力也挺大，是不是？还没步入正轨，你那边我岳父有病照顾他，你再总给我闹，我没有别的排解的方法，我喝点小酒我就是暂时能放松一下。你那都是借口，我让你戒烟戒酒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好，这我理解，但是什么事儿都有个度，买条烟他给我都折了，他扔在一桶里，你说过分吧？我买的酒他给我藏起来，你做的太过了，你知道吗？我是为了帮你下定决心，你自己总也下定不了这决心。你还不如直接把他钱管起来，不就啥都买不了了吗？啊，何必撅那烟还浪费呢？对吧？我已经把他钱管起来了。真管了？对，我把他的银行卡收了。因为现在我们这块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嘛，再有主持人你不知道他是个啥人，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十次有九次他是花钱，然后以前还无所谓，因为我们收入还比较稳定，就现在到这种状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钱我统一管理起来，咱们统一分配。然后因为这个他也跟我生气，最可气的是啥呀，他还出去借钱，然后跟他大哥去借钱，然后他大嫂跟我说了，我就觉得特别生气，特别没面子。那你这不是让外人看我笑话吗？那人家还得以为我是啥人呢。借钱干啥呀？因为他把我的卡都没收了嘛。你说一个男人，我每一笔钱都找他去批，冲他去要，你说他可能给我吗？本来他对我犯那个公司他就不乐意，所以说我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执，所以说我就找我大哥借点钱，这不很正常吗？这个，那你要花钱你跟我商量啊，你跟我商量我能不给你吗？那你借钱不还是咱们得还吗？而且 你那亲戚朋友会咋看我呀？你就现在你这种状态，我商量能跟你商量通吗？挺难的哈，应该说妻子心里也不太好受吧。对，我也挺苦闷的。你一方面管着他，是不是他一方面应该对你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对对，我感觉他事儿可多了。我没有挑他，最近你说岳父生病住院，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多，你知道吗？我照顾我的亲生父母，我都没有用那么大的精力去照顾他。那你不是应该的吗？你不应该那么对我父亲吗？那我父亲对咱们也很好啊。是应该的，但是说你看我照顾你父亲尽心尽力，你看他最近都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吵架以后，我感觉我俩这感情确实是受到影响了。孩子现在谁管啊？他管得多点现在，因为我主要的精力就是在我父亲这块。哦，那想怎么着啊？今天来想干嘛呀？我就是想让他还去以前的单位上班，还回到以前那种稳定的生活。他回得去啊？想的也太单纯了吧。你是觉得一旦回到那儿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是吧？最少收入能这块能稳定一点，然后我这块的压力能小一点。
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好像夫妻的那点感情反而变得特薄了，是吧？是的，我感觉现在他对我确实是非常冷漠。现在以前我下班以后，他总是在家给我做好我喜欢吃的饭菜，然后等着我吃饭，那时候感觉特别温暖，家里面。现在呢？现在的话就是他在家，他回家他也不给我做饭，到家我只能是自己做，要么就点外卖，确实心里也挺不滋味儿。那你能自己做你就自己做吧，现在我的心情也很不好啊，我也很累，所有的像你我还得上班，还得照顾我父亲，就是，那你为啥不能体谅我一下呢？挺辛苦挺辛苦，确实不容易。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找解决的办法。对，你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回去工作呗。对，你肯定是不会回去的，对吧？对，我实在没办法了，因为这不是这么多年他压着我，我绝对不会待这么多年，你知道吗？行，听明白，听懂了。我觉得这个难大家都看得见，其实在我们这个岁数大家都有这种体会，你会碰到太多这样的难题，你需要去解决。而可能第一不能乱了赢的就是夫妻，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范女士啊，那个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今天你丈夫跟你离婚了，他还需要照顾你爸吗？那他就没有义务照顾我父亲了。对啊。嗯，我跟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责任大家都是有的，但责任不是无限的。然后我们说子女的责任，父母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但对于一个女婿来说，他的责任是否也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经常去思辨的一个问题。你其实你口口声声一直跟他说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他没有做的那一切你觉得他更加应该去做。那么对他来说，他在这件事情里面所承受的责任是不是无限的？那夫妻不就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那我有事儿了，他那夫妻还应该互相尊重呢。那我觉得我挺尊重他的。刚才赵创老师跟你说过很多次，就是他知道你们是很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难，到这个年纪家里面老人一倒是很难很辛苦。越是辛苦的时候，我提醒你一件事情，不要自乱阵脚。就我看来，你刚才提出的很多方案，比如说你让他回去那个工作还算好，你一开始提出的方案是让他跟你一人一天，那他还工不工作了？你已经没有收入了，让你的丈夫也没有收入，这是一个理性的思考吗？这是你的情绪性思考，他只是为了解决你自己内心的不安而已，他不解决任何问题，对吗？你们真正要想的办法是一个如何，比如说你父亲啊现在慢慢好转，那么这个状况如果持续五年的话，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最佳的方案可以让你的父亲在这五年里面被照顾得很好，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方案吧，而不是说你必须要给我怎么怎么样，对吗？我告诉你一句话，叫不幸的生活千万不能成为更大不幸的开始。就是你们已经遇上了一个不幸的事情，好，那么这个不幸的事情我们尽可能的我就把它处理好，而不要让更多的人被拖到一个更加深的深渊里面去。现在最大的障碍不是你的父亲，现在最大障碍是你，对于你们家庭而言，对，你成为你们家庭的黑洞。因为我觉得我要照顾我父亲，所以我要辞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对父亲好，所以你必须要放弃你的事业，因为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所以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所以你不能请朋友来我家玩。你是这个家庭的黑洞，你把所有人都往这个黑洞扯。你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黑洞？是因为你内心的不安，而不是事情真的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是首当其冲的，你必须要先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照顾你父亲这件事情变得可延续性，怎么样让你这个丈夫他的工作和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变得可延续性，怎么让你们小孩未来的教育和照顾你们小孩也变得可延续性，这个才是你现在要思考的方向。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出一个计划，包括当然你也有问题，你现在找的这个新工作这个投入不是没有底线的，你不能一直无限期的不给他任何希望的，我永远投入下去啊，不行。是，就是这个方案必须是有底线的有尺度的，他要告诉你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投入多少年，不行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你也要告诉他我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样尺度，但是一周比如说你要照顾我爸两天，这是可以的。
运用生活的智慧去面对生活的不幸。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二位好啊，其实我特别理解您现在所处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确实是这。所有一切才能步入正轨，否则的话都会跟着你的情绪走，那这个日子就真的过不下去了。我相信你爸爸康复之后看到你现在这样的日子更不开心，所以我希望及时调整状态的是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莎娜老师。刚才陆琪老师那个假设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不要以为那个事情好像和你们俩没有关系，因为我做咨询，像这样的案例最后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和离婚是太常见的事情。当然我希望说刚才陆琪老师的这样一个假设它真的不发生。这位女士，其实我想说我的经历，2年前我的父亲得的是癌症，医生的建议是做完手术之后无药可治。无药可治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的这种类型没有适应症的药，第二是他的病情也比较晚期。但我是医生，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想着是砸锅卖铁，想尽一切的办法，甚至打听到全世界还有没有可能，甚至后半夜我醒来的时候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上网查资料，看书。按道理来讲，家里所有人都应该为救老爸负责，我还有两个弟弟。俗话说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别的先不用讲，在出钱这个层面上来讲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家庭条件不一样，他们甚至不在本地，他们过来照顾也只能照顾几天，如果再时间长的话工作可能就真的没了，没了再找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了。所以我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要求，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
当我这么用心的时候，我身边的人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他们也特别用心，所以现在爸爸一直不错，这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就是能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那个时候彼此没有任何的抱怨，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一关是人人都要过的，你的崩溃我非常能够理解。我那段时间日夜又睡不着觉，我只能去看书，我觉得我看了一点书学点东西，我就好像能够去为爸爸做一点事情，即使可能是无效的。所以你那种焦虑感和崩溃感，你只能抓住他，在他身上折磨来折磨去，你觉得好像能缓解你的焦虑，因为老公是你的主心骨。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旦这个事情做过度了，那么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然后最后就导致现在老公和你的情感就生分了。其实这个老公还是不错，不过也有问题，就是学着要去安抚妻子的这个情绪。他如果不在这种情绪状态下，他可能也不会做出那种什么把卡收上来，然后这个也不让你去绽放你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妻子这种焦虑情绪你要给适当的安抚，就是这种时候非当事人有可能比那个病人还要焦虑。我老爸都说，你算了，你不要治了，你不要那样了，他说人到这年龄早晚要走的，但是我们心不甘，所以心不甘那个人有的时候更焦虑。所以呢，作为男人而言，这个时候要细一点，给他最大的关怀，给对方一点温暖，这个时候呢，家才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好，谢谢于老师。你说的也说得通，既然都是夫妻，就应该同甘共苦。但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几个女婿和儿媳妇儿能真的做到，你的妈就是我的妈，你的爸就是我的爸。反过来，有几个婆婆能够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自己女儿一样的？有几个岳父能够把女婿当成自己儿子一样的？有没有？有，很少。也就是说，你用最高标准在要求他，用一个百分之几的规律来要求你的丈夫成为那百分之几。而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没有发生过，实际上你也不知道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所以我就问你，你说你是应该做的，你觉得应该，对吧？那么他在做到的那两个月当中，你对他是否也应该说声谢谢？是不是也应该？你说过没有？没有。对呀，就你那两个应该的字把一件好事说成了他的债，你活该摊上了我，这事儿你就得认。就你这种事儿，你把他一件好事，人家主动而为之去孝顺的一件事，变成了我活该碰上的一件倒霉事。这是大家今天所有人对你最大的怨气，就别人做好不得好，我们应该学会去认可别人的付出。那说完这个，咱再说说日子是否还要继续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到底是反感生活当中的灾难，还是应该感谢生活当中的灾难。就这件事到你这儿为止，你父亲现在已经康复得还不错，从这个角度上看来，你应该庆幸，你应该庆幸你找的这个男人还可以，对你爹还不错，而且你爹又已经康复了，他已经不算得上是一个灾难。如果没有这么一次你父亲的病痛事件，你可能还看不出这个男人到底怎么样。我可是见过有女婿根本就是别说帮了，就岳父躺在病床上还要回来啃老的，那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不幸当中的一个大幸？所以我建议待会儿你60秒的时候你说声谢谢。其实你说声谢谢他会更努力，你越说应该他越觉得我是活该。你这女人太不会说话，你明白吗？你得说声谢谢。对于男生来说，梦想虽然要燃烧，还是得切合实际，创业的确没有那么容易。你得理解你妻子，她父亲的这么一件事情呢，让她有点焦头烂额，有点内外交困，所以她说话有点不过脑子，你适当的谅解。中年危机人人都有，就看我们在忍耐之中是否能够活得更加精彩。
好吗？待会儿记得说谢谢啊，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道理都讲完了啊，不讲道理了。有一个家里的父亲啊，突发疾病，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行了，两个孩子也哭得不行了。然后他的妻子对他两个孩子说：“说你们不能哭，如果你们都哭了，别人认为你的父亲没救了，谁来救你的父亲啊？那是我的母亲啊，我六岁的时候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面对人生的第一堂课，叫人在困难的时候，不是落泪，而是想主意。我们要面对的是解决困难，而不是在这儿抱怨。其实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件事情啊，你们家现在应该是欢声笑语呢，还是愁云惨雾呢？我觉得是欢声笑语，因为爸爸已经病了，装也得装出来，因为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琢磨琢磨有没有道理，挺不容易的，这岁数还能创业，也挺难的。平衡一下吧，家里有了这样的老人之后，你的生活就得改变，但是你的心态不能变。你记住啊，心态好了，一切都好。微笑，人到中年，微笑最好。有了微笑，好多日子苦也变得不苦了，是吧，莎娜老师？真是这样，你得自己给自己寻开心。加油啊，老婆不错，对你还行，就是比较笨，咱原谅她。微笑吧，其实生活还是挺美的，孩子还等着你们抚养呢。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自从咱们家有这些变故以后，我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大，然后也许是忽略了你的感受，也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包容吧。老婆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咱们共同面对风雨。请亮灯啊！此处无声胜有声，有些时候一个眼神可能远远胜过你千言万语。夫妻之间就这么点事儿嘛。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嚯，这姑娘喜庆啊！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谢谢两位，请回。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接下来又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老婆结婚5年了，自打她怀孕开始，我岳父岳母就搬到我家来住照顾她，之后照顾孩子，我非常感激。可现在孩子已经越来越大了，可以送幼儿园了，老两口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感觉像是要这么过下去了。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家庭还是得有点独立的空间，我到底该怎么办？你们需要父母的时候为什么就不需要独立空间了呢？而不需要父母的时候就开始谈需要独立空间，到底是谁的问题呢？祝你幸福。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谢谢他们。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